柏林的市政厅，然后它下面现在路在施工，大概拍给你们看一下，有点像我们总统府啦。市政厅旁边绕过来，就会发现这个尼可拉教堂，也非常有名。然后周围也有一些小店，可以逛逛看看。这里就真的是很观光，观光就是观光客的地方。然后像他们国外就是柏林这边啦，都会有这种在外面的用餐区。各位可以看到它相当的高，然后现在可能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。街道也蛮漂亮，还有精品店。现在来到了柏林大教堂，等一下去爬一下，去看风景。大教堂进去跟爬到顶端，而且然后觉得有点贵，所以我们就不进去爬了，然后周围逛一逛。那这一栋是他们当地的一栋很知名的博物馆，然后前面有广场，因为今天天气没有很好，不然这里感觉蛮舒服。还有人，街头艺人在演奏音乐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洪堡大学门口，也就是姐姐的学校的门口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栋是法国大教堂，刚才是它整点的铃声。这栋是音乐厅，然后前面是德国大教堂，是吗？嗯。然后就是法国大教堂、音乐厅跟德国大教堂。
的一个广场，很漂亮。现在这里是台湾驻德大使的地方，前面有一只台湾的柏林熊。台湾 bear。好，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喽，大家拜拜。丸子啊。Thank you.